贞子开球超欢乐，郑其宏技压桃园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大白天的居然有贞子飘进桃园的休息室，而且还是六个。昨天象园之战，地主桃园找来电影角色贞子开球。虽然是恐怖角色，不过昨天贞子倒是逗得全场哈哈大笑。连上场开球也很特别，球一丢出，场上六名贞子全部统统倒下，非常爆笑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被贞子吓到，昨天桃园先发投手李猛煞尝到一局爆的苦头，三局上不但投出触身球，还被象队一阵狂轰乱打，一口气丢了五分。而一开赛就丢出保送的象队先发投手郑其宏，适时的调整节奏，仅被击出七支安打，丢一分。中场象队就以7-1击败桃园。动新闻桃园报道。